哎，对了，李记转到你们学校，他习惯吗？我也不太知道。我想啊，他肯定不习惯。你看呢？你们同学大都是富裕的家庭子弟，那李记呢？你知道吗？咱们这个城市啊，真的挺有趣的。有的是讲天津话的天津人，有的是讲国语的天津人。可他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跟他们的文化背景，有着明显的不同。哎呀，一把话匣子打开了，说开了就没完没了啊！早点休息吧。哎，爸爸，怎么了？您好像有什么事儿要找我吧？谁说的？您的眼神告诉女儿的。调皮。哎，有什么话快说吧，说吧。若聪是不是对爸爸有意见呢？若聪？嗯，没有啊。真的吗？真的呀。您是通过什么看出来的呀？是爸的第一感觉。对了，礼拜天爸要给你开一个 party。开 party？ 嗯，把你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学全都请过来。为什么呀？因为是我宝贝女儿19岁的生日。真的呀？真的呀？哎，爸爸您太好了。哎，若聪啊，前几天你姐19岁生日。姐，我有事情跟你讲，来我房间一趟。爸，我去一下。玉莲，爸，爸，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找您。找我？爸，给我点钱。哎，以后啊，不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好像有大化学校的学生，是吗？在哪儿啊？别看了，这儿这么热闹，这是哪儿啊？走，这哪儿啊，爸？这是哪天的事儿啊？前天。照这么说，李继哥已经有2天没上学了，是不是？你看，他让董叔给我带的纸条。姐，你去哪儿啊？哥吃饭了，饭都凉了。人是铁，饭是钢，你还想不想活了？我不想吃。来，起来，我打的豆腐素卤香极了，你吃点吧。谁？怎么又是你啊？为什么不去上学？问你呢，为什么要逃学？回答我，为什么不上学？我就是不上了。我告诉你啊，本来童先生说是要给你一次处分的，考虑你是新生的份上，就给你一次口头警告。我管他警告不警告，我不上就是不上。为什么呀？因为我一进你们校门，我就浑身不自在。什么男生女生不能说话、不能接触，这是什么校规啊？而且学生早上上课居然给警卫小费，现在不是封建社会了。你这种大少爷大小姐上的学校，我上不起。你说我的学校是破学校，对，
你说我们老师是天津味儿破英语，是破，但我高兴，我在我的破学校待得快乐、舒服、自在，你明白吗？你这人怎么这样？若冰，若冰，若冰，别哭嘛！若冰，别哭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在你们学校，我真的待得不自在。你的同学是吃面包的，我是吃窝头的，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那慢慢的不就习惯了吗？其实，童先生他挺好的，他对同学们都特别的好。想当年。若霜在那个日本先生背后拍了个小王八，那童先生不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过去了吗？还有这回，当他了解了你的为人之后，他就主动的改正了对你的处分。他怎么会了解我的为人？玉莲跟他爸说的。原来你派了个说客。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明天必须上学，听见了没有？好嘛，八哥，一言为定啊。我想回家了。时候不早了，你是该回家了。那你还不送送我呀？哦，送。通常是与他的性格是有关的，比如说喜欢橙色的人是热爱大自然，但这人会比较骄傲的；喜欢紫色的人呢，就是求知欲强，爱读书。你喜欢什么颜色呀？我喜欢蓝色。真的呀？你也喜欢蓝色？怎么了？我也是。真的？嗯。真巧。就是啊。别这样。不许动！你干嘛？不许动！干什么呀？啊，你的肩好宽哦！哎，梁约翰最近马教的怎么样？他教的不错呀，我都已经学完杜布了呢。杜布？杜布你都不懂啊？杜布就是马跑起来的速度啊，比如快步、慢步和跑步。嗯，你比方说慢步吧。上了马之后呢，两腿要轻夹，缰绳呢要放松。缰绳啊，就是控制马跑起来的速度。如果说马跑快了呢，就要轻拉缰绳；如果马跑慢了呢，这时候就要靠脚，驾，就这么一下，你知道吗？真厉害啊，一套一套的。那当然了，这里面的学问还深着呢。我呀，真想骑着马，快步快步地飞奔起来。可是咱们的那个街道啊，简直太窄了，怎么跑也跑不起来。没关系，哪天我带你到宽敞的地方去跑。真的吗？真的。太好了，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哎，李继哥，你还做梦吗？嗯，我一沾枕头就着。是吗？我可爱做梦了，而且我经常会做到同一个梦。什么梦？我常常梦见自己飞起来，飞得老高老高的了，高山白云都在我的脚下，我飞呀飞呀，天空中可美可美了，天上透透的蓝蓝的，没有一丝灰尘，我飞呀飞呀，就会在同一个熟悉的地方降落，在一个大海边有一个小茅屋，小茅屋旁边呢织着一个可大可大的渔网了，海鸥在浪花中嬉戏，海风轻拂海面，太美了。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我觉得你好像在作诗啊。啊，你认为我在说笑话吗？真的，我没有骗你，我常常会梦到这些的，
而且第二天早上啊，一切都历历在目，我甚至闭上眼睛还能闻到海水的味道。说也怪了，我每次啊都在那个地方降落。哎，你说我上辈子不会是个渔夫吧？有可能。这样吧，哪一天我带你寻梦去。不知为什么，我将属于我的梦告诉了他，他说要陪我寻找我失去的梦。月光透过窗棂，夜色分外凄清，已经是仙梦的时辰，闭上了你的眼睛，天上神仙共眷。来，给你，帮你加油一下啊！咱们今天疯狂一下，好。哦，她是米大律师的女儿，她是教会学校的校花，还不赖吧？喜欢就下车追啊！是啊，走啊！哦，对。哎，Miss Me， 你怎么知道我姓李？不是我知道，是他，他叫司马洛冲。去哪儿啊？哎，你好。哎，达华的，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达华的？你们达华的学生，我一眼就能认得出来。为什么呀？因为你们达华的学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儿。味儿？什么味儿啊？你好像身上就没达华的味儿。那我没有，那我什么味儿？嘎巴菜味儿。什么？哎，到了，米加尼的家到了。啊，我家到了，就在那边。谢谢。客气。哎呀！哎，明天是礼拜几啊？明天，礼拜天。礼拜天。我没事儿，你呢？我也没事，我请你看电影。不，我还想兜兜风呢。好啊，那明天我还来接你。好，那明天我们带米加尼去兜风。哼，好，那拜拜。拜拜。看上你了，你没戏。谁说我没戏啊？好戏在后头。上车。吓死我了！想什么心事呢？哪有心事啊？没有。是不是谈女朋友了？别瞎说。
哎呀，老实交代，带回来让二姐给你参谋参谋。发的什么一品？谁呀谁呀？带回来让姐姐看看呀。我哪敢呢我？为什么？妈。妈怎么了？妈最近心情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若霜，这么晚才回来，你赶紧回屋睡觉去。哎。若聪，你也是啊。嗯嗯。若聪，我出去了。哎，站住！给我挂气球。哎呀，我都和玉莲说好了要去看电影呢。着什么急？用不了多长时间，赶紧的。爸，你们在布置你姐的生日晚会啊？嗯，很漂亮啊。你快接啊，爸举着呢。对了，若聪啊，那辆甲壳虫好开吗？不好开，爸再给你换一辆。换什么呀？别克啊。行了，看电影去吧。爸，他这是怎么了？没事。你看他那野样儿。啊，少爷，少爷，您这是又要去哪儿啊？别管了。没有惹事儿啊，二姐，彩灯就麻烦你了。若聪啊，蛋糕订好了吗？订好了，一会儿七十零就送过来了。若聪，你开的慢点，听见没有？嗨，开慢点。若聪，哎，等我啊，若聪。嗨，叫你久等了吧？也没有啊，我也刚刚才到。啊、哦。去哪儿啊？没有目的地。没有目的地啊？嗯。要不咱们去兜风吧？走。
阿爸，亏了吧？哎，不来塞，不来塞，反复洗，多洗多洗啊。阿梅啊，嗯，天津这个大都市比咱们南方的小县城要热闹很多吧？嗯。今早亚刀，爸爸带你去天华景听京剧，听一听四大名旦尚小云老板演唱的《摩登家女》。阿爸，尚老板和袁雪芬哪个漂亮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怎么比啊？男的还演什么家女？尚老板唱的是京剧啊，不是粤剧啊。尚老板在这部戏里演一个外国女人，长发飘飘，白色的连衣裙，哎呀，漂亮的不得了啊！啥叫京戏啊？没听过啊。要不说你得赶紧到天津来开开眼嘛，见见世面呀。阿爸不光带你听京剧，还要带你看电影啊。知道什么是电影吗？就是一插电就有人影了。我们听过。这样，咱们先在天津住下来，然后到纺织厂里给你找一份工作，再让你嫁给一个外国人啊，不是，再嫁给一个好人，这样我们赵家就咸鱼翻身了。啊，把那个鸡丝拿过来。啊，晓得了。赵四，这批找鸡丝准备怎么样了呀？差不多了。哦，哎呦，你这个用凉水泡了吗？泡过了。一会儿啊，再用开水对凉水冒一下。这样折皮炒出来才能脆生生的，吃在嘴里有咬头。好的好的。哎，哟，这是谁啊？从来没见过。这是我丫头，快给太太行礼。啊，太太，叫什么名啊？阿梅。哎呦，长得真水灵。来，我都没有什么见面礼，把这个拿去。阿爸，快谢谢太太。拿去吧。嗯，谢谢太太。哎，不客气。太太，给你。这你自己做的呀？嗯，我们家乡的，送给太太了。你戴着漂亮，你自己留着。你戴着好看。嗯。太太，你喜欢大海吗？喜欢啊。嗯，那有机会你来我们南方家里做客，我带您去看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早上起来，海浪声就哗哗。哎，太太哪里没有见过大海嘛？这个小孩不太乐意吗？你让他说嘛，我喜欢听。哎呦，你这个鸡丝不够细，我来切吧。阿梅啊，我们天津也有大海。你们家的海和我们家的海不同了。哦，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家的海是碧蓝碧蓝的，你们家的海是褐黄褐黄的。瞎讲！你今年多大了，阿梅？17。念书吗？啊，没上学，在家织网啊。哦。好了，哎，赵四准备吧，我来炒。你炒这菜要注意火候，慢了嚼不烂，急了本身不熟也不好吃。好了，盛吧，尝一下。嗯，老好吃啊！佩服，佩服，佩服。看不见马甲，跟我身上这同一款式。要不是你告诉我啊，我还真不知道天津还有这么热闹的地方，是吧？你要不要 ？No。哎，小姐，来，别走，看看，正品的玫瑰玻璃丝袜子，年轻女孩穿着倍儿漂亮。哎，给你买一个，看看，你看看，这弹性，来一双我的货。哎，这个好马上 ，No。错，他们怎么那么多美国货呀？老美拿着东西还换零花钱呢。
这件西装啊，可是美国去年最流行的款式。哎，那不是那老师吗？不对，走。哎，他是什么马师啊？他是我姐原来学骑马那个马场的马师，他原来可火了。那他现在怎么摆地摊啊？哎呀，你不知道，现在政府禁止跑马了，所以经济落魄了吧？真可怜。哎，我们去看看衣服吧。来来来，看一看啊，全是美国进口货。两位小姐来看看看看。哟，司马小姐。你改行了？嗨，我朋友啊进了点美国货，他太太生病了，我这不帮他看摊呢吗？来，小姐，看看这婚纱怎么样？这个也太脏了吧！脏不怕呀，你猜猜这谁穿过？谁穿过？秀兰·登贝尔，登贝尔知道吗？就是美国那个能歌善舞的小童星，他15岁的时候认识了美国空军约翰，约翰什么忘记了。但是谈了2年恋爱，他俩就结婚了，这就是当时结婚时候穿的婚纱，怎么样？哎，司马小姐，这位是啊，他是我同学。嗨，同学呀，到这儿。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的？怎么可以在大街上跑啊？怎么回事？有没有礼貌啊？这样，哎，流氓！哎 ，baby， 谁给你们权利啊？哎，这么回事？好好好！好好好！哎，leave her alone. Yeah? What you gonna do about it, chink? Huh? Dirty, filthy chink! Who's next?You next? You want to fight me? Huh? Who wants to fight me? What do you say, boys? Like the show? Huh? You want to fight me? Huh? Chicken shit. Oh, you want some more? Huh? 不许打人！吴三桃，你到底管不管？光天化日之下，美国人就那么欺负中国人，难道非得有了人命了你才管是吗？我管，我管。不是你给我打起来了？您看好了，我挥泪叫人的，我挥泪叫人的。叫人呀！我是摩尔索克。Come, you want to fight me? Who wants to fight me?
姐，你好，身手不错呀，认识一下，我是叶叶。我表姐，我是李记。嗯，我表姐。嗯，滚蛋，赶紧滚蛋！是你。一号，待会儿抽奖啊！谢谢。二号。三号。哎，你要去哪儿啊？你姐呢？待会儿抽奖。你爸呢？哦，我爸他马上就来了。哦，行，那你先进去吧。好，去。我来吧，挺沉的。不用了。舅妈，燕姐，燕燕，哎呦，路上辛苦了吧？不辛苦。哎呀，看看你，好姐，好事儿。你还这么疯？房间给你准备好了啊。嗯，在后楼。哦，太太，我带他上去吧。行行行，你去吧，一会儿再聊。我一会儿就下来，我先去啊。好，先洗浴吧啊。我马上下来。妈先照顾客人去了啊。好。李姐，是我来吧，挺沉的。不用了，不过话说回来，真的挺沉的，装的什么呀？宝贝啊。宝贝。那。铁饼啊。嗯。真行，这个就是我的宝贝，我自己来吧。没事，你是客人呢。哎，你喜欢运动是吗？啥运动呀？在镇上的时候，先生说我力气大，就让我学这个。真不简单，我还没见过女孩练这玩意儿呢。回头有空教你啊。好。哎，大哥，啊，我把若聪送到我爸医院去了。若聪咋样了？挺好的。我把我爸送到，哦，错了，我把若聪送到我爸医院去了，我让我爸亲自给他治疗啊。哎，这事儿你可别跟伯母说啊。哦，对对对，咱们谁也别说啊。这位兄弟怎么称呼？这不是兄弟，他叫燕燕，他是若聪的表姐。哦，你好。哎，你好。哎，不行，手太脏了。嗨，没关系。你好。啊。啊，手劲还挺大。大哥，你好像受伤了，坐坐坐，快快。你疼不疼？有点疼。晕不晕？没怎么晕吧。那恶不恶心？好像不恶心。好，这样，24小时之前用凉水敷，嗯，24小时之后用热水敷。嗯。哎呀，算了吧，我还让我爸亲自给你检查检查吧。走，去我爸医院。哎，别。大个事儿，来我看看，坐。不，那是包啊。你洗没洗手啊？哪那么多讲究啊！忍着疼啊！哎呀，啊！什么东西啊？这我自制的药油，专治跌打损伤，别人我还不舍得用呢。今天疼，明天就好了啊！哦，好。呀，哎呀，疼吗？又跟谁打架了？又打架了吧？
再打架呀，我告诉你爸爸去。哎，我求你了，谢叔叔，你千万别告诉我爸，这事可不能让他知道了。谢叔叔，您是有名的胸科专家，怎么还管外科呢？哼，我不是胸科，也不是外科，那是什么科啊？小儿科。叔叔，您真会开玩笑。差不多了吧，咱们得快点了。今天我姐过生日，家里开了一个生日 party。对了，我爸怎么没叫你们俩呢？哦，给我打个电话。你看看，医院这么忙，我能整得开吗？嗯，行，进去行了。哎，这么大个口子，还得给你缝两针呢。就是啊，准备吧。坐。缝针。夏瓜，对不起，我没吃过。夏瓜是好吃吗？好吃，甜的。啊，哈哈哈。哎，我不会。哎，没事没事。我不会跳舞。我教你，我教你。OK， 这个胸放在这，这个胸怎么了？放在这，我的胸放在这。哦。OK。我看你是对燕燕有意思吧？Very good。哦，他特像火烧红莲寺的那个红姑。你的中国话说得很棒。谢谢，是跟我的哥们说的。你哥们是谁啊？我的哥们是司马若松。若松是你的哥们啊？嗯哼。他像红姑。对啊。哎，你们笑什么呢？啊，我们笑那个，他说。说你像个人。像谁啊？西凉说你像红姑。红姑？红姑？红姑是电影《火烧红莲寺》里的女侠，她武功可厉害了，会飞檐走壁，口吐飞剑，手指头往上一指，嗖的一道白光就会直插云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哎，啥叫电影啊？电影？哎，我来吧。电影是胶片，但是动的胶片。胶片，动的，你明白吗？啊，嗯，我给你看看。啥意思啊？我这是相机 ，OK， 拍胶片，动的胶片，你很漂亮，你像 Elizabeth Taylor， 你知道吗？像啥？疼吧？来，若松。嗯，慢点吃，得快点了。谢叔叔，我再不回去的话，我妈该着急了。哎，给司马公馆打个电话。啊，就是他们家公子在这看病呢。好，我这就去。啊，不能去啊，别打电话，千万不能打。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谁打架了？跟我说实话。哎呦，又疼了。哎呦。美婷，你哪儿去了？什么？没事儿。司马有错。
找我干什么？我说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吧！啊，我告诉你啊，你是最好别掺和。你要是掺和进来，今天是连你一起抓，打你一个同谋罪。今天我们抓他的原因是破坏中美的友谊。再走！哎，你们干嘛？无奈和岁月长，无奈和人过往，无奈和天捉弄，历尽人世沧桑，无奈和缘分短，无奈和两地散，无奈和人离去，隔海相顾无言缘，身边往日情景浮现，仿佛回到从前，笑着泪洒心间，呼唤着你名字，不管有多遥远，你是否能听见，我一直在身边，多想时光倒转，回忆重演，再续前缘。再续前缘。